欢迎收看本周苹果娱乐一周，我是小杰，我是王心如。咱们这个速度还行吗？很行，很行是吧？不会太快吧？对，刚刚好，刚刚好，不快不慢。OK、吧对，新的一年这样子的氛围还 OK 吧？很 OK。哎，我们新的一年现在第一次见面呢。当然，毕竟你那么忙，对不对？一年没见到你，哪有你忙啊？哎呀，哪有你忙？好说好说好说。所以昨天不是还有工作，我都知道你在干嘛。你懂我在干嘛？对，我都有 follow 你啊。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娱乐一周精彩新闻，再来聊好了。好，看一下。恭喜华仔，贺喜华仔，全面承认老婆怀孕4个月。发电机王一人幸福驾小开。2011狗仔年报整理报道，有爱情篇、暴走篇，还有偷吃篇。韩国明星跨年状况百出，不止走音，还露底裤。娱乐直通车戴佩妮演唱会台前幕后整透透。哎，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会送出戴佩妮的亲笔签名海报，但是只有5张。所以呢，记得锁定我们的苹果娱乐一周呢，以及我们的粉丝团呢，好不好？密切注意啦。是的。今天呢，先来介绍读苹果的新闻。嗨，有人要嫁人了。对呀、啊，学业小开、欸，而且听说在一起2年嘛。对对对。然后他因为这段爱情，他退居幕后了，他就不在演艺圈了。对，他即将要退出演艺圈。如果是你，你可以吗？赚这么大。为了家庭，为了爱情，你不行。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我是热爱演艺圈，好不好？哦，热爱你的工作是不是？就像华仔一样，可是他也热爱他老婆。这辈子都要在演艺圈。好了，来看一下这两则新闻啦。好甜蜜。这礼拜呢，我们有一些专题的整理，然后都非常。对，我跟你讲，在讲专题之前，我听说你跟家有个赌注是吧？哦，是啊。怎么样呢？那你你猜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猜女的。跟我想的一样哎。那我现在跟你赌，我赌男的。那然后嘞？然后你赌女的。我都好赌女，然后嘞？然后 iPhone 5啊。iPhone 5，那如果我赢的话，你跟 JR 给我还是你给我？我拿 JR 的给你。然后我如果我输的话，我拿给你，你再拿给 JR。我拿你的给 JR。然后中间所以我就没输你呀！我怎么这么会做生意呀、啊？我2012年，我觉得人的个性果然有所改变了，像他就变成金光党。你这种行为真的太。吓，好不好？我只能说我不得不消消音，好不好？我只能说我太聪明啦、啊。哦，别人都笨蛋就对了。不是，敢不敢赌吗、哦？要不要？我们有写那个合约书的。合约你赌什么 ？iPhone 5啊。iPhone 5那如果没有履行合约的人就要退出演艺圈。好，如果我输的话，是不是如果没有履行合约的话，我退出海南岛的演艺圈。好，先来看新闻，看新闻，看新闻，没时间了，画圈圈了。一系列专题整理，赶快来看一下。耶、yeah, ，看我们2012呢，今年是哪个艺人可以荣登这个宝座啦，好不好？真的，真不简单，每天都接下来是狗仔队啊、哦，是、嗯，怎么样呢？人心惶惶的，有谁呢？啊，吴建豪，帅哥哎，是，但是他也反派狗仔哦，也听说他的手机有露馅哦，来看一下新闻。下一段广告回来。苹果娱乐新闻主持人疑似与男友同居，指什么指什么？哦，不是你啊，我不知道是谁啦。还有我们的狗仔年报精彩回顾，艺人暴走全都录。是的，等一下在我们节目中呢，就会送出戴佩妮的亲笔签名海报、哦嗯，只有5张，要好好把握机会。没错，记得锁定苹果娱乐一周以及我们的粉丝团。谢谢戴佩妮，谢谢，请下场。谢谢，接下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啊。好，请说。爱妃，干嘛？干嘛？没有啊，爱妃新闻我很关心，我平常遇不到她，对不对？ Oh, 我只能透过电视上看她的新闻这样子。只能说她最近就是有过度惊吓。过度惊吓，过惊。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没有缩减，对，很难听、欸。我们时间有限，我只好缩减我们的那个，对不对？对，就是其实就是那一天他跟 JR 一起主持嘛，嗯、然后走了之后，他一路被狗仔跟，他都不知道哎、欸，哇，原来飞你的筋可以粗成这样。你不是有被跟过？我，对啊。那哎、欸，我想知道被跟的你会发现吗？你有发现吗？老实说，嗯哼，我还真的没有发现过。那你还怪他哎、欸？哇，我觉得好像你经验老到说，老娘一直被跟，但是我都有发现，但你们拍不到我的感觉。哎呦，因为真的很难，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啦。啊、真的、哦。对，主要是袁爱妃惊吓到，她的鞋还掉在计程车上，然后落了一只。受惊过度。对，嗯，对。你为什么要笑呢？这明明就是个很正经的言辞。你还不是在笑？我没有，我笑是因为要看新闻了，我很期待看到爱妃，好不好？来看下新闻，看下新闻。爱妃的好朋友好帅哦，嗯，
是朋友，好朋友啊。对啊，我没有讲什么，我说好朋友，为什么你要补这一句？就是你啊、大家都有权利，就是交交好朋友，对，對啊、就是这样子。狗仔，拜托不要吓他好不好、对啊，我们自家人不要自相残杀，就放过我们吧，乖一点回家不就好了？哎、欸，还摇头，还摇头。好啦，来下一个新闻是什么？下一则呢、就是我们有狗仔年报，然后我们为大家整理了爱情片，然后还有我看一下哈，就是暴走片，当然还有一个嘞。先整理这两个，对，待会还有一个更劲爆的，先看一下。投中吗？投不中，我怕我投中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要奉献给苹果了。对，那这台这么贵，留下来。对啊，刚看完两则之后呢，我们还有第三则，就是偷吃片。有没有心如呢？我们来看一下。尤小姐。下一段广告回来呢，有好莱坞女星十大比基尼辣身材的整理报道，以及好莱坞男星的五大。哈哈，这么害羞啊？还有呢， 那个韩国偶像跨年出状况，走音出彩，还有露底裤。哎，没有。寒风来袭的专题整理啦，对，整理哪些新闻呢？就是韩星跨年的时候状况百出，听说 Wonder Girls 他走音了，还有 Sister 露底裤，哎呀，看一下好了。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现场的状况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避免，他们说 EMO 声音或者现场声音回音真的还是天气很冷，就是会突然锁喉，还是那个烟啊，你知道我最怕那个烟，锁喉烟，锁喉烟，对对，好啦，都会呛到，所以这些新闻看看就好啦，他们表演是很棒的，没错，直击好莱坞。哎呦，我们听说整理很多好看的东西给大家是吧？养眼的东西，想必小杰应该很爱，是你很爱吧？我们一起爱，我爱第一个，你带第二个，好来看一下。下一段广告回来，有娱乐直通车，是我去专访戴佩妮的演唱会现场，等一下回来。在干嘛？接下来是娱乐直通车，这次呢又是我去访问戴佩妮她演唱会的现场，非常的精彩，赶快来看一下。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很容易满足。我要我现在在戴佩妮的演唱会现场，那我的好姐妹今天要演唱会了，然后呢等一下我就要赶快带大家去看看她在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什么事，赶快跟我去瞧一瞧，走。一生是血肉，不该赶路的这段时间，我亲吻着土壤，离开异乡的孤单心慌，这个自由的风重新找回。Lov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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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我的好姐妹戴佩妮，你是不是很不习惯看到我这样子？ Hello， 大家好，我要先恭喜你，你知道你的唱片超难买的。哎、你看我还特地去买你专辑耶，你买的？我买的。哎呦，对呀、啊，主持人很用心，一定要买。可是我不打算帮你签。哎，这意思是，因为太熟了，然后今天很奇怪。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太熟了，然后就是很像私底下在聊天。我们私底下不可能妆化这么浓的在聊天呐、啊。好了，我们两个都还是要正式化一下，你知道吗？要聊一下你这张专辑。哦，现在你访问专辑都觉得正式化？不是，就是你最重要的。一定要的，大力推荐一下，因为这张专辑叫做《回家路上》嘛。那回家的感觉总是让人家觉得可以卸下所有的心房，然后所有的包袱，然后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全新的自己，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向往。我自己喜欢印度，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让我觉得熟悉又神秘的国度，因为熟悉是因为我从小就有很多印度的邻居吃的食物啊，他们的衣服啊，还有他们的音乐，其实我都不太陌生。去到那一边的感受是很感动多过于惊喜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很熟悉。那为什么也会突然就想要光着脚丫子？脚丫子是因为我以前练舞的关系，所以我有拇指外翻跟天生的扁平足，那个立足点就中间是悬空的关系。
yeah, 所以这一次呢就写的光着脚丫子这个歌，主要只是觉得说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很微小的动作可以让你有释放的感觉，那会是什么。我压根也就觉得说是赤脚这件事情。我希望接下来如果还有发专辑或做什么样的工作性质，可以多光着脚丫子。但现在真的天气太这样，希望很奇怪哦。你知道戴佩妮她真的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她从头开始，她的吉他跟钢琴啊，所有东西都是她自修，然后包括她最后慢慢走上摄影啊，或者是当 MV 导演啊，叭叭叭，好多好多的那个身份。那你接下来还想要挑战什么？就没有了，我们要挑，我都做得不好，我还要继续学啊。你做得很好，没有没有没有，我停了一阵子啊。我想这张专辑宣传完之后，我要好好宣传一下，大家欢迎找我拍片哈。好了，好，最后你知道我也有备而来，你知道我本来想要穿靴子好好展现一下，你知道今天，但是因为你的《光着脚丫子》这首歌，我今天有备而来，我就是穿的高跟鞋也很好脱，我要直接跟你一起光着脚丫子，然后来唱这首歌。光着我的脚丫子，你来嘛，我只会这一句哎。翻白眼，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舞，数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想笑还很容易满足。解决掉这样子，但那首歌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首歌。昨天有人来看两场，想说造型上要有些不一样，那我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我觉得穿买了这个木耳装总要穿个两天，这样才像话好，不然对，因为这辈子我相信我应该不会再重穿这件衣服了，尤其辨识度太高。刚才第一首歌叫《我在乎》，第二首歌叫做《Sunny Latte》，然后第三首歌带给大家是一首比较轻松，可以到处走一走、游走的一首歌。一首歌叫做《到处走一走》。就是现在
来我们要送出戴佩妮的亲笔签名海报，而且只有5张，所以呢题目就是，请问我刚刚访问戴佩妮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光着脚丫子，他是唱了哪一首歌？月球漫步。那我没有趁机打歌是不是？对啊，你好意思。好啦，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记得到我们 Apple eNews 的粉丝团呢，我们小编会开一个框，那记得留下你的名字跟 email 呢，下周一我们就会抽出这幸运的粉丝啦，好不好？是的，先来的，我跟你讲，先就有机会先拿到，好不好？对，而且我刚刚题目中有不小心透露一下答案。你透露什么答案？怎样？就是有看到的人就有看到。好、哦，你这样不给大家一个机会，让他多知道一次答案是什么？你在骂脏话是不是？不是，你再念一下，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你真的在骂脏？真的很难讲就算了，你不要，你不要就这样骂观众嘛。好了，我们会在礼拜一送出那个。好啦，对对对，那当然啦，大家支持戴佩妮的新专辑，也要支持我们苹果娱乐一周，因为娱乐直通车呢会不定时的带给大家喜欢的演员及歌手的一些资讯哦，好不好？也希望 JPN 有机会也可以给新闻访问，问一下娱乐直通车。好，那我可以当嘉宾吗？因为直通车你还要当嘉宾，你是主持人嘞。对啊，我还要上台唱一下歌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们可以单纯来访问就好了。哦，好不好？好，下礼拜同一时间记得继续锁定苹果娱乐一周，拜拜。